经典。Bro, this is some extreme exercise.早上好，各位，现在我在那个集合地点，等一下出发到这里，我现在在等着巴士来接我。现在是早上6:30左右，一天已经亮了。上巴士再拍给大家看。都江堰呢，全程是由我带领着大家走一步讲一步，走一步讲一个。我们的游览时间是在1.5小时左右啊，1.5小时左右。你可以的吗？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地方，这片山叫玉垒山啊，这片山我们看到了这条江，对面的山脉就是青城山山脉啊。青城山一共是由36座山，一定要把自己的手机各种指纹相机一定要拿着的。祝大家旅途这里都江堰的两个非常原始的上面的位置靠上去才能够看到风景啊。现在是属于水流量比较小的时候，那么风四六平辽汉，水流量比较小的情况下，它会遵循一个道理，因为当时李冰在派人工进行挖右手边这条河的时候，人工开了的。现在要乘坐观光车。右手边有水流动、竖着流动的那条江，就是内江，刚才从我们过的那个阿兰索桥桥下面给流下来的。左手边这个也是1974年所修建的这个闸门，它呢是这个作用就是像现在一样，保证成都平原的用水，它闸门就会放下来，然后把水拦到成都平原去灌溉。如那个内江和我们面前这个附属的排洪道，它们两个河床的落差是2.15米。也就对面两个字儿，离堆吧，认识吧？哎，离堆，离堆就是这个小山丘的名字。这个小山丘叫离山之堆，离开了它的母体，它的母体就是左手边这个山。我们刚才登的这座山叫做是玉垒山。原来的话，这个小离堆和左手边的玉垒山，它们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是没有中间的这个口。生活、农业和工业用水都是来自这个口子所流进去的。啊，左手边的这棵树是我们园中的镇园之宝，之宝，它叫张松银杏啊。啊，我们忘了。银杏。上头这个木头绑起来的，这个叫马爬，木字旁一个马，啊，木字旁一个铺开的开，马爬。江堰打卡完了。哎呀，你在哪？
火车，在这里停留个20分钟，因为沿途会经过这个地方，所以呢就在这里打卡一下，再继续往九寨沟的方向上去。声越吉祥，代表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也吉祥，张旭的那个美女都在讲，帅哥你。One eternity later。九寨沟，并且来到湛江来祝客，这就让我用我们藏民俗最美好的话语对你们说声感谢的嘞。来到我们藏民族的兄弟姐妹，对你们说声感谢的嘞，你们就大声的回这句感谢的嘞，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都吉祥如意的意思啊。对啦，请你们把嗓门都放开一点，大方一点，热情点，好不好？好。拉西德嘞，没错。羞的这个呢，就是马茶。这个马茶呢，你们喜欢喝的话呢，可以多喝一点，这个可以缓解高山反应啊，可以这样之类的。还有凉的这个呢，就是青稞酒。这个酒呢，就是我们藏族人呢喝帝王酒的时候呢，有个敬酒仪式。咱们呢，先把这个敬酒仪式做了，好不好？只有那个，没人玩。
现在要 check in 酒店，然后呢，明天早上8:20就要出发。今天我们住的酒店呢是千鹤酒店。这个九寨沟的3天2夜的配套呢是。一个人要1638元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这个叫阿远的导游，在小红书搜一下阿远九寨沟导游就行了。然后需要知道任何的 details 的话，就给他发一个微信信息。这个是我们今晚住的房间，选的是3人房。还不错。Tomorrow。我们的早餐要吃饱一点，因为等一下要徒步行走，应该会蛮多的。然后等下酒寨沟山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餐厅，有的话也价钱也是蛮贵的，所以要吃饱。而且毕竟这个是来，在这里第二天最好吃的。Later。我们现在要步行到九寨沟的景区和外，然后现在天气是很冷，大概有6度，所以大家要穿很厚。你看到很多游客都是自己拿自己的一个袋子装着食物，因为可能上到景区就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吃，然后都是自己在外面买的。好特别哦，你看那个褐色的，然后没有到一起就这样子。我们已经步行到九寨沟景区的门口了，到了九寨沟。只需补差价210元，便可享受包车待遇。长4350米，身90周年的旗帜，所以又名旗树。我们来到了九寨沟海拔最高的景点长海，好美啊。
东一大云，二大云，一不是二大云。知道吧？不管啊，不要去了。要到中面站，边站走过了，便可千里了。近起无数水珠，不要放下，点点。完蛋了，我们完蛋，给我吃。如果你们有来四川的话，一定要来九寨沟，真的是太美了。九寨沟之旅就这样结束了。刚刚有几个景点我们就 skip 掉了，因为实在是太多景点，然后有一些景点就有一点重复，所以就直接下到那个景区门口。
现在我们要回到那个集合的地点。晚上呢，我们就会在酒店用餐晚餐，明天再出发到黄龙。九寨沟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景点，要来四川游玩的朋友们记得来九寨沟看一下美景。我这次来的时候是春天，所以就是春天的景色，你们可以试看秋天来，因为秋天的那个叶子是不同颜色的，然后秋天有秋天的美景，冬天有冬天的美景，所以你们就选你们想要的季节来看一下。还有呢，就是如果你们要来九寨沟的话，记得要穿一双舒服的鞋，因为我们走了一整天，足足走了整个应该是有8个小时左右吧，就是一直在走，但是当然中间是有坐一点景点的那个观光巴士啦。今天差不多有走20千步左右，虽然很累，可是是很值得的，所以我们是可以来九寨沟玩玩一下。The next day， 乘以二，我可以一口气爬上去，再一口气爬下来，中途都不带休。这套是吗？熊猫出动。我把这个裤子脱了，前后反光。黄龙景区这边主要它的海拔起伏落差太大了。那么你们首先所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到了景区之后，在走的过程中，记住好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运动量。在高原上呢，每走一步路，相当于你们自己在平原上面3到4步的运动量。运动量过大，耗氧量会增大。我们现在要沿着这条路爬到上面去。我们已经爬到了一半，然后这里还有一半没有爬完。Oh my god， 还要爬很高啊！看来演技够不够 ？Bro， this is some extreme exercise. 海池 ，Let go！ 体力好的朋友可以从这里爬上去，到对面去看。体力没那么好的朋友们，在那可以选择停留在那观景。我们现在打卡完毕，然后准备下去那个观光车的那个区域搭车下去。今天打卡的黄龙景区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么艳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看了九寨沟，然后就没有那种很 excited 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是既然来那么远，来这里看一下是好的。所以你们如果要来四川的话，可以来这里看一下黄龙。那
待一会儿呢，我们下到景区门口过后，我们就会跟我的团集合，然后我们去吃最后的团餐。吃完团餐后，我们就出发回来到成都，然后这个九寨沟的3天2夜之旅就这样结束了。那么喜欢我的 vlog 的朋友们，记得点赞、留言、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个 vlog 再见，拜。My partner, he was a jerry.